错，是我害了你，那毒药是我给你喝的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用不着心思，满载小梦送送投降，满载小梦送送投降，满载小梦送送投降。姐夫，阿紫，你还是自己设法逃命去吧。不，是我用毒酒害了你，我怎么能一个人活着呢？我要和你死在一起。阿紫，这个毒酒毒不死人的，只是让我浑身没有力气了，无法动手而已。真的？姐夫，我扶你走。抗拒没用，让他们来拿吧。不，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随意再杀人了，如果我肯杀人的话，那我就奉旨南征了，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姐夫，干什么畏畏缩缩的，像什么契丹男儿？走，带我去见皇上。大王，我们奉皇上差遣，对大王无礼，请大王恕罪。姐夫，扶着我。请大王上马。我若南征，这里的万余将士未必有一半能够回归北国。倘若我真能救得这许许多多的生灵，皇上纵然将我处死，那我也是死而无悔。就怕把我杀死以后，皇上又派别人去南征。众位兄弟，请起，随我回朝。驾。Thank you.
那子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皇上又不会责怪你，你何必投河自尽呢？走吧。原来是阿紫姑娘，快带我去见我哥。玄天部和钧天部已经率先出发，36洞主、72岛主已经在山下候命。好，准备出发。是。皇上待萧大王恩重如山，你只有听皇上的话才有生路。正是，皇上神武，明鉴万里之外，原主百代之后，圣天子是万万不会错的。萧大王遵照皇上所指的路走才是正理呀、啊！只要萧大王回心转意，你的荣华富贵，皇上仍是照赏不误啊！禀报皇上，微臣们对萧峰进行劝说，可是他只是喝酒，完全不把微臣们的话放在心上。这么说，萧峰是心如铁石，不想恭送了？正是。你们继续劝说他，可是无论微臣们怎么说，他是绝对不会听从的。朕不用他听从你们。是皇上，皇上，
可萧峰武功厉害，世上难觅对手啊，一旦成了我们大辽的敌人，后患无穷啊。皇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处死他？不行，我让你们去就是好好给我看好萧峰的性命，别让他给我自杀了。皇上，他哼，我早已调兵遣将，准备大举南征，你们好好的给我稳住萧峰，等我拿下了大宋，我会亲自去和我的好兄弟谈谈。是。